你有多久没有走进电影院了？你还记得上一次观影带给你的感动吗？来，来，这煮鱼了呢。啊，拿着煮。纪录片承载真实。恁爸搁开车开高粱的嘞。有点害怕，并透过创作者的影像与视角传达情感与魅力。无论从人物故事、历史记忆，伯伯，你想陪全家福吗？社会议题到环境变迁，因为我们这边的生态受到破坏，纪录片呼应真实，展现多元观点。是我妈妈，你应该勇敢一点，带给观众无限感动。2024新北市国际纪录片月11月3日起跑，邀请大家一起探索不同生命故事，走进纪录片的感动世界。